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鱼。我们来看一下7月9号的运势对12星座的影响。最幸运的星座第一名狮子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橙色。如果你有机会帮团队说出他们的心声，或者代表公司给客户做报告的话，你的谈吐表现会很有影响力哦。第二名金牛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粉红色。理性沟通，如果还能再加上你的感受，你会很有说服力，机会的大门正在为你敞开哦。第三名双子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蓝色。你的活力、思考、表达力在今天能为你加分，多表现这一面，让更多人加入你，为你带来收入。接下来我们来看需要努力的星座。第一名巨蟹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淡蓝色。想法混乱，没有头绪，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工作，或者你也会对自己没有信心，尤其是关系的部分，你还是要多沉淀哦。第二名天秤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棕色。想要达到你心里预设的目标，合作的部分你就要做出选择了，不适合的合作关系呢，你就不要再留恋哦。第三名牡羊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绿色。事业、家庭需要你现在投入更多的，你就去做，在十字路口做调整比做出选择更容易。今天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，遵循自己的心意才能走更长远的路。我们今天还是要一起加油。